各位兄弟，点解冇人啊？哇，梗系冇人啦！一个字，冻冻冻，好鬼冻！依家得个十度，系嘛？仲加埋一啲清风，凉风阵阵，哇！真系好冻，好冻，好冻！咁啊，到达战场啊！今日咧就应该要破一次打龟嘅记录啦，系咪？人都冇过，何况鱼咧？啊，鱼都唔系傻啊嘛，吓咁鬼冻，点会出嚟啊？系啦，咁可以见到，喂，码头啊，长镜拉近睇下咩情况。哦，王乐涌码头冇人，可以见到啊，啊，咁呢个咧，呢个位几时都有啊老友喺度啊，啊，热衷于呢个钓点，几时都喺度啊，有人喺度，唔知啦，咁啊。今日咧破龟一次，唔系都打龟一次，咁先叫系嘛钓鱼嘛，成日都唔打龟系咪？好似嗰啲鱼咧同我 friend 啲咁，唔得噶嘛。好，嗰边红魔黄长群嗰啲老游艇喺度啦。今日流水唔得啊，绝对要龟一次啊！加顿嗰边，石博嗰边啊，系啊，好，唔讲咁多，冻到打冷震啊 ，Let's go！ 今日好奢侈啊，啊，有只冷只虾。好靓啊！希望有啲奇鱼食下啦，啊，咁奇特嘅鱼蚁，好。我又打唔到龟，想打龟一次真系难，系嘛？好大条虾喎，呢条都几靓身，呼，掂，继续。老细，继续。
现在咩？现在一个肉，啊，好难玩啊！